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Dilu Cat。今天要来玩的游戏是《战舰世界》。《战舰世界》与 HoloLab 合作推出 HoloLab Production 活动，也就是在游戏里面可以使用 HoloLab 的 VTuber 指挥官进行游玩。但在体验以前，由于 Dilu 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所以要先来跑一次新手教学，看看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啊，开玩啦，开玩啦！舰炮准备。我还没看完。呀贝，完了，我完全不知道要干嘛。发现敌方部队。打那个吗？我有打到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可以打队友的船吗？我可以打队友的船吗？试试看。别朝你的队友开火！我可以把队友的船打掉吗？别朝你的队友开火！惨了，我旁边那个队友的船烧起来了，该不会是我害的吧？I'm sorry. 谁叫他挡在我的弹道上？不要挡在我的弹道上！亚贝，有。我们的队伍全靠你了。哈？都要死光了，为什么？今天，最后一发，拜托，等等。长官，我们正在失去动力。耶！我们击毁了一艘敌方巡洋舰。按下 Shift 的可以切换视角。哦，可使用滑鼠滚轮放大跟缩小。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可以切成第一人称。蜜汁给打。我好像知道怎么玩这游戏了。刚刚不会开镜，所以都不知道怎么打。我的船去撞山！不要撞墙！我的船要怎么转向啊？到底哪边是船头，哪边是船屁股？被打到了！谁叫你打我的？不乖不乖！我又不小心撞墙了！别！一路，你是个烂船长。选择随机战斗。与其他玩家对战，所以我们刚打的其实都是电脑的。要解锁下一道，我就连打电脑都一直卡三 B 当雷包了。我等一下打真人会不会超雷这样？一路要去雷人的各位，可以在科技树分页中获取新舰艇哦，买一个看看。不知道这升级之后可以干嘛，反正先升看看好了。哦，这是我的船吗？That's my ship. 可以变更舰艇的外观。斑块。哦，就是迷彩啊。这样会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吗？试试看好了。在潜艇上安装三个信号旗。信号旗可以增强您舰艇的存活性，提高舰艇武器跟消耗品的效率，以及提高速度。很棒啊。装好装满可以吧？旗子是装在装在这里，装超多的。获取装有珍贵游戏物品的货柜。货柜是什么？开宝箱哎。消耗性迷彩，一些 skin 上的东西。这个又是什么？煤炭。航空母舰可摧毁大型的水面潜艇，对抗敌方飞机以及航空母舰。主力舰是可用主炮组火力来摧毁敌方舰艇。巡洋舰可对抗敌方驱逐与巡洋舰，提供火炮支援，利用防空火力保护队友。驱逐舰可对敌方舰艇展开鱼雷攻击，护卫我方舰艇，并透过释放烟雾来为我方部队提供遮掩。潜水艇鱼雷攻击敌方舰艇。潜水艇跟驱逐舰都可以放鱼雷的意思。驱逐舰擅长以航速、机动力、
隐匿性跟鱼雷伤害，所以我这一台的特性就是它冲很快。那我要去偷站点，我要在大家都在打架的时候去偷偷站点。我就是卑鄙敌之柱。我们的基地是不是要被占掉了？大家都只顾着打架，没有人要占那个基地。想到之前玩战车世界的时候，大家都只顾着想要打架，都没有要占基地，就像现在的我一样。鱼雷接近右舷。那什么？那什么？接近右舷，剑身破裂，我们正在快速的淹水。鱼雷朝正面接近，剑身破裂。鱼雷接近右舷。那转。有避掉，避掉了。你进入我的射程范围了，来得及转吗？来得及转吗？要吃鱼雷了，剑身破裂，我们正在快速的淹水。鱼雷接近右舷。弄死他！进入我的射程范围吧！前方鱼雷 ！No！鱼雷接近右舷，闪掉了！鱼雷接近右舷，闪掉！啊！那个鱼雷不是开玩笑的，痛死了！哟，进入区域了，进入我的射程！转弯！鱼雷朝正面接近，鱼雷接近右舷。敌方驱逐舰被炸毁。Yes。炸那个预判线。哎呦呦，集成！啊，我相信经过刚刚的训练，迪路应该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了。应该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使用这次战舰世界与 HoloLab 合作的 HoloLab Production 活动 VTuber 指挥官语音包来游玩啦。那第一次先选的是 Kiara。好，我其实还蛮兴奋的。我不知道 Kiara 会在里面发出什么样的声音。OK,Let's、okay, go! 哇，schau! Wir haben den Gegner gefunden! Torpedos direkt vor uns! Wir gewinnen! Dachtest wohl, du könntest dich vorbeischleichen!Gegnerisches U-Boot entdeckt. Wir schaffen das. Wir lassen es an Wasson Amelia. The generator is going. Whee! Engine boost activated. Too many enemies. 死ね。 Bang bang! Sure is foggy out there now. Enemy cruiser detected. Bang bang!Torpedoes right in front of us! Bang bang! Hey! 不要打我屁股！ Bang! It's gonna be ours! Bang bang! 接下来要听听看シシロボタンの语音包。ラライオン、ホロライブ5期生シシロボタンです。Let's do this! Let's do this!敵の戦艦見つけたやべ怖い、めっちゃ怖い。よし問題解決したわ。魚雷発射、いけ当たれ。やばい燃えてる、なんとかしないと。これやべ煙出るよ。煙、こっから全速力で進むからね。Don't do this! ボロボロ。これはあかんね。接下来是 Mona。Stasiun pertempuran。Aku butuh data intelijen。Hati-hati, musuh terdeteksi。Awas, cruiser
やべえ。あわす。ダルパネナルキリ。ウスマシンディアクティカン。ウェーブウェーブ。あわす。ダルパネナルキリ来た。来たんごわ。banjirnya deras banget. Aduh. あ。又是鱼雷。2023年5月5日至19日，战舰世界 Hello Labor Production 推出第二波合作。2020年有白上吹雪、日保中马林加入成为指挥官，今年加入华生阿美利亚、小鸟尤奇亚拉、诗白牡丹以及 Mona Hoshinova， 想要使用 VTuber 指挥官，需要先完成15场战斗，且账号等级9以上，在每场战斗中慢慢学习海战基础，并摸索不同的配置吧。来试试 Hello Labor Production 的特别任务。活动期间，你可以选择一位指挥官，作为成功通关的最终奖励哦。把握时间，别错过了。为了纪念这次新推出的活动，透过连接下载会赠送一位 Hello Labor VTuber 指挥官。你可以从华生阿美利亚、小鸟尤奇亚拉、诗白牡丹以及 Mona Hoshinova 4位中选择一位，以及包含其他指挥官的货柜。错过这次特别活动也别担心，透过同样的下载连结，还是可以使用 PC Battle 优惠码获得其他奖励哦。本次活动优惠码放在画面上方，优惠码为新用户专用，使用期限至2023年5月19日为止。四个优惠码会领到不同的指挥官，请自行去官网上选择喜欢的指挥官哦。战舰世界会定期推出新内容跟 IP 合作，本次活动是 PC 版本，不过战舰世界这个游戏也有主机版，主机优惠码是 Console Battle， 福利内容请见画面上说明哦。战舰世界是一款考验大家的战略技术的游戏，还有开船的技术，里面有各国的战舰可以选择，以及精美的画面，欢迎大家来游玩哦。Hello Live Collab Part 2 is here. Action Stations, let's go. Hello Live Collab 第2弾始動。それじゃあ行くよ。心の準備はできてる？Teil 2 der Hololive Kollaboration ist da. Kikiriki! Auf der Fechtstation! Hololive Collab, die Mulai! Hore! Wurde hat die! Wird das im Musotten Gollab! 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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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a! Enemy Battleship gone! うわ、前から魚雷来てるし、逃げろ逃げろ！ワールドオブウォーシップス